兄弟们，我们今天拿着火腿跟柠檬来整蛊一下马桶，就是在喂它火腿的时候突然间给它换成柠檬，看看马桶吃到嘴里是啥反应啊。马桶过来吃火腿，来来，还快警惕，先来个火腿给。吃火腿来，马桶，马桶，彤彤过来吃火腿，马桶。哎，这还不过来，我们先打窝子钓鱼啊，先打几个窝子。哎，你看一打窝子过来了是吧？一打窝子过来了。哎，马桶接着啊，接。哎，漂亮，就这样接着啊，来接着。哎，漂亮。我们先多扔几个迷惑他一下，让他确信每次扔的都是火腿，对不对？来，走。哎，真棒。走。哎，真棒。好，接下来咱换柠檬了啊，兄弟们，换柠檬了啊。我们动作快一点，保证他反应不过来啊。来，走。哎，好嘞，走。哎，这嘴里还吐了。马桶上什么鬼东西？姐，吓得倒退，吓退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再试一下扔火腿，他还接不接了啊？拿火腿，马桶给。哎，姐，你看，扔火腿还是接，来，只接的没有那么干脆了。你看，他会看看再接，他不像刚才接的那么义无反顾。哎，漂亮，马桶，来再来一下。好嘞，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柠檬给它捡起来啊！这个柠檬刚才它咬了一下，我们捡起来给它藏起来，给它藏起来，先放这儿。好，兄弟们，来继续扔火腿迷惑它，过来，给，来走你，哎，好漂亮，马桶，来走，好嘞，走，这都不接了，他学精了，知道吧？刚才是盲目的接，那他现在。现在都是看一下再接，学精了，这家伙学精了，现在得了，骗不上了，就骗了这一下。嘿，咦，骗不了了，麻烦骗不了了，学精了。好吧，兄弟们，今天视频就这样，拜拜。走你。